下比赛主场对博尔顿，英格兰足总杯，首发体能不好，赛程表，好吧，换到替补阵容，模拟过去，万一真挂了就挂了，也没有别的办法，跳过，哈哈，3-1竟然赢了，下比赛什么？还是主场，换了首发阵容，场上体能好了吧？来来来，跳过。哎，why？因为主场模拟起来这么糟糕，替补阵容得让这个张玉宁踢首发呀！加油吧！哇，这竟然断到了是吧？张玉宁，看看你能干些什么？一拼，踢偏了。我被撞了，裁判点球吗？任意球，也不错，看能不能罚进去。位置还可以哎，但是没有人能罚哎，哈哈，就技术拿了，试一脚，力量小了，哦，立住！哦。张玉宁偷球，为什么得了这？哟，要出事儿！还好踢偏了。没体能了。好机会，好机会！Spin，靠！你又躲摇杆，0-0战平，也将就是可以接受啊。主场的霍尔城，首发阵容模拟过去。足总杯真的是踢到哪算哪吧？人不够用啊，保持不了这么多线作战。哇，3分钟内马上进球了，跳过1-0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客场对里昂。来，自己踢吧，至少别丢球。到主场还有一线生机。下雪了，大家请闭眼啊，就当听广播吧。冈纳雷斯还在，really？拉斐尔，难道是曼联的拉斐尔？扎卡竟然去那儿了。西索科也还好吧，有机会吧，不过中场还是挺强的。别传中，no！我操！这球明明是我们自己人踢进去的，你们庆祝个屁呀！你不动这球就是门将的，你闲的是吗？喂，哈纳，怎么了？就看你的啦！射门，射门呐！Yes，1-1扳平了。还是老毛病，接球之前就按射门，非带一下。你是想把我急死吗？拉马纳加盟我们斯洛文第一个进球，呦呦呦呦呦呦呦！怎么落？没有位，2-1，他超也不行，放一边。2个客场进球哎，传奇级跟这个世界级一样，到了下半场60分钟之后就开始出现失误，就看我们能不能再抓住了。不能给你啊！你越位啊！内马尔射门，哈哈，跟莫洛刚那个球几乎一模一样，3-1，客场拿下，主场晋级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？很失望，不能成为正选队员。对呀，你在三个前锋里数值最低啊！替补上模拟过去吧，主场随缘吧，下次试试。哟，内马尔红牌禁赛，不应该没关系吧？
客场3-1，哎，随随便便应该至少能踢平吧？加油，进一个！后卫已经黄牌，什么都不发生也可以接受。又一张黄牌，我感觉一会有人要红牌下去了。太烂了！我的天呐！Really？主场首尔能踢个0-2是吧？虽然我们晋级了吧，但是真的吗？客场对埃弗顿，第一轮踢得怎么样？也是很糟糕啊！怎么办？随缘吧，自己踢估计也赢不了。跳过，输了个0-3，梅阿拉斯还在啊。门将不错嘛，我们有替补门将用了，耶！把这个签了吧。那提示我模拟的话，你不会让我输吧？下场比赛对云达布兰人，好密呀、啊！赛事跳过，又平，就是12分钟，体能将就，走吧。没下雪，下雨了，就不能给个好天气吗？好了，云达布兰人我一个人都不认识，你们满意了吧？靠，我真的一个人都不认识。摩洛，直接射。要踢在大腿上啊！还不进？这没我防守什么事儿？你们随便倒。我那儿有机会了，跑啊！中间三下，靠！skill moves 都是吃屎用的，做了还不如不做，还不如趟过去。No，90分钟。要不我们踢业余吧，常常揉电脑。我们踢业余得好不好？跳过，咦，赢了竟然！哇塞，替补阵容终于给我点面子。首先，这种体能也不行了，而且接下来还有一场欧联杯。跟祖宗杯说再见，再见。又缠我！维斯切尔尼又进球了！我的天，他叫远射！你想进球你就说呗，你想赢我就不踢了，这有我防守的事儿吗？都一脚传球，你这不胡扯吗？我还得进2个球才能晋级。天！主场战平，被淘汰。英超我们现在排在第四，不过和热刺的积分差距还是有的，跟利物浦的积分差距也是有的。切尔西63分排名第一，还有7场比赛。